这种鞋子是我太爷爷做的，他这为什么这个鞋肥呢？他是穿棉袜子。这种鞋呢，这是我父亲给我爷爷他们那代做的，这个就瘦下来了，还保持着黑色的面料。这是我这儿开始做出来的，根据现在的流行做这个布料。也有人劝过我用机器代替手工，但手工做的更舒服，而且老一辈留下来的手艺不能在我这儿丢失。